姥姥，咱家这么穷吗？你怎么用肉洗锅？你小子，这个猪肘子做出来可香了。这肉被你弄成这样，你自己吃去吧。臭小子，姥姥做好了，你可别后悔。姥姥，这肉都被你搓烂了，还怎么吃啊？最后一步还没到嘞，做出来你就流口水了。谁稀罕你这玩意儿？姥姥，这肉看着油亮味儿了呢，看着想吃了吧？待会儿你更馋嘞。姥姥，这好香啊，可以吃了吗？一下就可以吃了，喜欢姥姥的点个小爱心呢。嗯啊，这一口一个太香了。嗯，香啊，回家叫你妈也给你做。